离退伍只剩下四天时间了，阿布利科莫决定在摘下肩章前着手自己的计划。一大早，他就和徒弟来到了炊事班，开始为打囊做准备。我们今天计划是打了300个囊，给留的战友们1人3个，剩下的给留的战友们留下。战友们特别喜欢我打的囊，这也算是我给他们的一份心意吧。说起自己打的囊，身为炊事兵的阿布利科木充满骄傲。和面、发酵、造型、压花、配料，一个个面团在阿布利科木的巧手下变成了风味各异的囊。所以我很快就要复员了，我就想着把新兵带好，然后让我这个手艺继续往下传，不能再断。也希望他们明年老兵复员的时候也给老兵打点囊，让军营的味道带回家。好，兄弟们，我给你们送上来了。走，哎，来了，走，来来来，这是我给你们打的最后一次囊，虽然我们走得多远多久，但是我希望我们心始终在一起。囊是圆的嘛，象征的团圆，就希望战友们能拿到我打的囊后，就是想着即便要分开多远多久，我们的心始终在一起。